看目前全台湾拢伫强烈风台，风雷不风宽哦。安头树已经伫风台中心了，伫透早五点就出现17级的阵风。气象专家嘛表示讲，安头树的风是真透，威力是未输去年造成真严重灾情的小坑风台。风台来势真强，首先受影响是离岛的南苏，南苏海边加五公尺高的大浪，强风暴雨将路树吹到东倒西歪，一直害。强烈的风，部分点头铁片吹到掀开，强要落来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就算居民密在厝内，也感受它外口风台威力。真的不会太超过了吗？南苏透早五点七点，阵风超过17级，风速仪也被吹开去，目前无法度观测。南苏高中早起8点七点15级阵风，南苏国小校长表示，好佳哉南苏国小教室拢应该做风台门窗，做无受损的情形。目前风势比雨势较大，有一张大树过连根搬起。我刚刚绕了校园一圈，里面有一棵黑板树倒下来，跟小犬跟去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那个小犬台风的话很接近了。气象专家表示，南苏这边已经吹到17级的强风，现在风台愈来愈近，南苏各地海面上风力更加强，为了甚至无输乎去年带来灾情的小坑风台。不只是绿岛兰屿的强阵风，另外是台风中心登陆附近的这个从台东东河到花莲瑞穗这一带哈，台风中心可能登陆的地方，这个风雨哈，其实会越来越强。气象专家提醒，抗日风台五个钟头过后定调，到时阵风雨会更加强，而且愈暗会愈明显。提醒民众尽可能踮在厝内，千万唔通出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